到一首歌，然后呢，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 Mosh 的创作之夜，因为它不只是音乐，他们还有摄影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创作的比赛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我是其实就是这一次的比赛的评审之一，然后待会我要介绍一下我评出来的一个评审奖。那这一位歌手，他其实只是个大学生。那我听到我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听到他的歌，然后就觉得跟我的脑波有共鸣，就是很好听这样。那所以我也要唱完这首歌之后，要介绍他出来。那接下来这首歌算是新歌，因为我可能在明年应该会发行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。啊，对了，通常这个时候是会有掌声的。好，所以我要介绍一下这首歌，叫做《窗》。那这首歌其实是比较苦闷的，对啊。然后，但是我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它就代表我要努力。这其实很拔辣，对，但是就很简单的一个心情。阳光洒进门，洗去我的忧伤，烦恼没有重量，我可以更坚强。有太多的色彩，谢谢大家。
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小小歌手。哎，也是我们这次的特别奖赵心凌，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。啊，那个赵心凌呢，啊，是我们的志宁呢，哇，那个就是强烈推荐的一个好歌手了。啊，他让他作品呢非常有特色。那我们现在来听呢，他现在的来为各位演唱的作品。来，大家给个掌声吧。就是只有我们这样，然后谢谢大家。